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华丽的豪宅，神秘的邪教，富有的古董商人，然后是淫秽的世界，这是什么奇怪的游戏设定啊？而且听说接下来的影片还要打上马赛克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18禁的游戏小朋友不能看啦。Lost from Beyond 是一款迷幻风格的恐怖冒险游戏，故事描述古董商人维克多·霍洛威受到了邪恶的环境影响，为了找出答案，竟落入了邪教信仰当中。之后，主角开始了与邪教一起的生活，并且迷失在淫秽的习俗当中。在这维多利亚风格的豪宅里面，还会发生什么诡异且淫邪的事情呢？由于游戏主打神秘的邪教以及淫秽的事物，自然也有许多18禁的画面，而且还充满了许多诡异的场景，这尺度啊，还真的有点大呢。本作预计会在10月2号先行开放一个免费的独立版本 Lost from Beyond Scarlet，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先去下载来试玩看看。未满18岁的玩家不可以偷偷下载哦。